诺曼底木百叶门窗用钢琴木搭配精细的传统榫接工法，兼顾耐用与艺术质感的木百叶门窗就这样诞生出来。榫接法就像插座般，一个突出的头，一个凹的孔，两边密合地靠摩擦力紧密的接合，在精美的木质家具、木屋、庙宇等都很常见到。榫接法的优点是外观优美，结构坚固，这是用铁钉和螺丝无法达成的。有些庙宇或精致家具为了展示技术精湛，会采用全榫接方式制作，像一件完美无瑕的艺术品。不过现在有这能力的师傅已经不多了。榫接的牢固程度与制榫的精密度跟连接工法有关。诺曼底木百叶门窗使用结构最牢固耐用的燕尾榫工法，让整个结构更密合。好品质的木头搭配艺术的燕尾榫接工法，简单的保养即可让木百叶门窗使用数十年甚至百年以上。